无解，霍华德再次亲吻篮筐，詹姆斯看呆了。34岁弹跳不输巅峰，本场比赛正是湖人中锋霍华德的34岁生日之夜。不仅仅詹姆斯在第一时间送去了祝福，拉拉队也在霍华德抵达球馆时候集体送去了祝福。而在赛后，霍华德在自己的社交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亲吻篮筐的球场照片，还写道，从霍华德发布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虽然34岁了，但是曾经的扣篮王，但跳力不减当年。在他的身后，詹姆斯呆呆地看着，眼神里都是羡慕。早在2005年霍华德刚进入联盟时候，就发表过自己亲吻篮筐的照片，满眼都是曾经年轻的模样。本赛季霍华德场均上场20分钟，得到 7.0 分加 7.1 篮板加 0.8 助攻加 1.43 分带，以 75% 的内线命中率位列联盟第一，一切仿佛都回到了9年前的样子。霍华德整副值高居全联盟第二，也许实力不负当年，但是职业态度却让人敬佩。